十岁之前笑不更事，功课永未做完，偷看漫画书。幸运是有爸爸妈妈愿硬兼施，所以才不至于过分幼稚。二十到六十之间有四十年，一寸金一寸光阴，实在得三分二。原来是每天晚上甜睡大概八个小时，从梦里暗中化了十三年。人生黄金岁月似一支箭，无端端不知不觉飞过一天，还未计算等车坐船，斗嘴斗气时短，无意浪费时间亦难折断。如想看多一些想看的世面，人物风光想要转一转，还要趁未后悔以前。到六十之间，这四十年，平均每天八分一分给了电脑电视，每周再减上班五日，每日至少八个小时，就等于共多花了十五年。人生黄金岁月似一支箭，无端端不知不觉飞过一天，还未计算等车坐船，斗嘴斗气时短，无意浪费时间亦难折断。如想看多一些想看的世面，人物风光想要转一转，还要趁未后悔以前。人生黄金岁月似一支箭，无端端不经不觉飞到终点，还未计算等车坐船，斗嘴斗气时短，无意浪费时间亦难折见。如想看多一些想看的世面，人物风光想要转一转，还要趁未后悔以前。花费逐秒